破三，破三，怪天道，怪财神，我所有一切都失去，只有死，才会当让我得到解脱，只有死。新红啊！不是啦，这是你，是阿爸。是阮大玲做的啦，头是小玲做的，啊手是明姨，脚是明芳，啊因做做，我才甲添做伙的啦。阿爸，你有介意无？这是我收到的哦。无啦，阿爸，我嘛有到处注意呢。我嘛有，我嘛有啊。阿爸介意，阿妈真介意。阿爸。爹哪，今仔拢困啊？嗯，今仔给庆祝你欢喜无？欢喜啊！大神，早死率未超过五十吼，看那困难的代志总是会当解决，结果重新开始，只要咱全家伙来当欢欢喜喜斗阵，安尼就上好啊！你讲对无？最爱喝你泡的乌龙茶，安尼唔较简单。我即马来泡，你面洗洗，紧出来啉，哈。嗯、我败个遮尔惨，变哪有可能翻身？我知影你还阁细汉，还阁真需要阿爸，也毋过阿爸已经无法度陪恁行完人生的路。你自己一定要坚强，真是的，真是的。假使若是有后世人，我同款嘛是会选择你。碧凤，我对不起你。
大兴，你哪样帮我解？咱这世的囡仔以后是要怎？大兴。 我才是不是故意的，我嘛不是偷提要走的，我看迄个人倒落，拢袂振动，迄个人是一个查甫人，手骨摕一双红仔，不是痟的，一定是要自杀的，就算讲要自杀，嘛无应该找我，燕蝶，我袂坐家，我袂坐家，我就惊的，我袂安怎，我袂安怎啦，燕蝶，我袂安怎，我即嘛袂安怎。 你放心，搞我来处理吼。欠400万，搞我们这呢，那遐多啦。啊，明仔载就要查封啊。啊，那呢，恁一家伙仔囡仔大细要住倒位啊？就是讲要查封哦，别紧，这还卖搬，看有法度无？ 阿舅，袂用安尼啦。你放心啦，我有保守滴，绝对袂当让欺负你啦。哎，大后辈啊，等你咱规大阵人，才是要创啊啦？啊，你带这顶犯人来，佮警察来，是要创啥？我着带这关人哦，要来查封柯家成的不动产啦。那柯先生打过身，你敢唔知哦？哎，好啦。 这我是有听你讲啦，也毋过吼，人犯牛着有犯人的规定，都无安尼都袂用你咧。哎呦，哎，法外情，法内情啊，管怎讲，法律嘛爱讲一个人情啊。人讲啊，一顿腿嘛都爱留三尺病啊。哎，国家严重的代志，你嘛等人的后事办好完嘞，再来参详啊。哎，你的心肝哦比铁肝硬呢，人比云哦一个查某人哦饲四个囝呢，啊人的影响的后事哦都毋知要安怎嘞，你竟然哦一声都要甲阮赶出去。 你讲啊，安尼是不是收过分啊？是不是啊？收过分啊！好伯啊，等你嘛，甲因讲一下，等因安尼。哎，你有，你有呐？你走出来做啥啦？多谢你，我真感激你。啊，不过阮欠人的钱，看你本来就来查好。 囡仔哦，这高水的呢。哦，呵呵，因是高水啦。哎，要唔过以后咱两个生哦，一定搁较高水。那免啦，到时阵哦，我去分一个囡仔，啊，就少年的遐尼高水哦，我也甲饲大汉啦，叫伊莫叫你老爸啦。哎呦，我听你咧唱歌咧，哎，哎，人囡仔若要分哦，嘛都要分哦，什么先生娘啦、大头家啊，啊，到底，你凭啥物要甲人分囡仔？嗯，凭我的爱心啊，凭我的囡仔的心啊。 你若我迄内面哦，无牵水讲啊，啊，遐一口古井哦，拢食遐的水啦，要滴去遐树就好啊，吼。林凤，应该就是安尼讲。就是嘞，阿祖阿伊讲要叫我先生娘来孵阿姊啊。
形体啊！阿母，你即摆叫你阿母无路用啊！行。妈呀！妈呀！行。明义，啊你是安怎？啊那小来眠床卡，你是咧喊明义哦？阿母，我梦到小林让人抢走，我怕小林分我别人啦。你是好别讲啥啦？小林哪会分我别人？下晡阿爷讲的啊。你安尼讲小林要分我别人？是我听到的啊。小林是你的小妹，啊恁兄妹拢是阿母的心肝宝贝。阿母，我来给你分了别人啦，莫当我白收啦，啊，紧去滚，紧滚。阿母，你真正袂分？袂啦，莫想收遮啦，紧去滚，紧滚啊，乖吼。哦。来，紧滚哦，不要搞了。柯太太，你是柯大夫？你来这干有啥物代志是毋？这个所在，我是柯太太。这是我淡薄的心意，请你收落来。不喏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但不是提醒我做啥？柯太太，你这是，这真是我的心意，就是讲你前世何事，我出淡薄来。好，你收落来。你别安尼啦，咱若无亲无情，我哪样无缘无故收你的钱啦？你回去啦，你别安尼。柯太太，这不是无缘无故，真实的，我不但讲出我心内真正的苦衷，你敢会当当作是一个朋友的心意，当作是？你免讲去当作啥啦，为了你的钱吼，我袂用收落着啊。柯太太。你别连我下来啦！你走啦！你走！不要你走啦！妈妈，别！老，哎，下快下啦！别啦！你不要动手！郭太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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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听一下，你想要安尼？你讲啊！迄个医生是要抓走小林的无心仔啦！你是咧胡白讲啥啦？伊是无心仔啦！我昨暝有梦到无心仔，伊要抢走小林，我要保护小林啦！你是当作柯大夫，是要来抢走小林的哦？阿母，我会保护小林，你莫让小林抢走好无啦？憨囡仔哩，有阿母伫咧，啥物人敢来抢走小玲？阿母毋是甲你讲过，你迄是迷茫，莫当乌白想啦。阿母，啊，毋过我嘛真惊小玲搁抢走呢。你拢是阿母的心肝囝，无论偌艰苦，阿母拢袂让你离开我，袂让人来拆散你四个兄妹啊。就算我阿母爱做牛做马，拼死拼活。我嘛一定要甲你强勇甲大汉，我绝对袂让你离开我。你是我的心肝囝，你知无？
哎，阿祖啊，你阿爸来哦。无啦，太祖啊，我想要请你跟我斗三工啦。啥？你两个人才斗阵三工？搞唔只安尼，全世界嘛知影讲你两个斗阵十外工啊。太祖，阿祖的意思哦，是讲哦，要来树林啊，收来做师啊。还是讲哦，请太祖啊，出面甲美云啊讲看下。啥？恁要姓名？啊，姓名莫找我啦，买金纸找我，要提金纸家去摕啦。臭烟人，老顽童。无你再讲啥？无啦，我毋是要买金纸啦，我是想讲，美云姐哦，足可怜的啦，伊一个查某人哦，要娶四个囡仔呢。即马哦，银行的后续的钱嘛，欠未出来啦。啊，秀玲哦，这囡仔哦，我足介意，足有我的缘的啦。我会使家己栽培做一个歌星啊！我要拜托你哦，把这钱哦，给予美云姐啦，啊，给因翁的后事哦办办咧。你看，安尼好无？遐大声要创啥啦？你要收阮小玲啊？无恁两个煞要带恁四个去奉上。我看美云啊吼，也是跋到囝儿体啦。恁讲的这条路，早晚也是爱行啦。哎，阿麦讲哦，甲美云啊分囝啦，安尼歹听啦，就讲收婿啊。哎，等下，美云啊，啊你是住喺倒位啦？歹势啦，啊你来偌久啊？你快来面坐啦。好，来，小林啊，啊你大只红红啊，今条路会刷是无？好，恁坐坐，我来坐坐。好，请你好。阿姨上最欢喜，做水的哦。你若是唱歌哦，后街一定抓红的哦。小玲啊，阿姨教你唱歌好不好？我袂晓唱歌。无要紧啦，阿姨先教你唱歌。你啊，会使甲你变成壮壮的歌星哦！你若是真若是电话哦，我会照顾你，会栽培你啊！你甲阿姨来去好无？阿姨哦，对你做好做好的哦。我不会啦，我不会啦。阿母，我不会跟阿祖去学唱歌啦。阿祖，你哪安尼讲啊？无啦，我也无讲啥，我只是问伊讲，看伊要对我学唱歌无？美云啊，来者，我甲你讲者啦。你要讲啥？无啦，你讲吼，啊，恁家一个查某人吼，啊，带因四个囡仔，真辛苦安尼啦，阿祖，你讲的是讲，要教恁小玲啊唱歌啦？啊是啦，美云姐啊，你莫看阮阿祖啊，三八蹦三八，擦皮蹦擦皮啊，也毋过只有囡仔量的呢。对啦。哎，是啦，美云姐啊，你莫看金山哦，傲慢，欠天啦，伊对囡仔足好个，足体贴的呢。你是叫我卖查囝？啊？哎，无啦！无啦，美云啊，不是安。现在到这个时阵，你要跟我咧逼我？不是啊，美云姐啊，你误会啊，你我讲来跟我斗三工，收无着的，收着要来跟我分囡仔。不是啦，你听我讲啦，阿姑，你咧好意我真感谢，啊，不过要听说我无嫁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，家小后事都我袂办的，你就安尼，我袂用替收做伊的嫁，但是无论怎样，这四个囡仔我一定顾着。明明哦，咱来走。秀玲，咱来稍微坐下。无啦，美云啊，你误会啊。是啊，美云姐啊，你听我讲，你误会啦。你莫讲啦，你走啦。你两个人，我永远拢记在心肝啦。这四件事，我绝对不要再带落去。你让我走。无咯，这代志都不是安尼啊。我不是要来分你的囡仔，我是要来跟你斗相共。是啦，美云姐啊，你莫误会啦。我是好人，我不是歹人啦。你莫安尼，好阿祖好心人歹做啦。我是真正诚心诚意哦，要帮助你。我是真正秀玲的啦。好啦，你莫生气啦哦。到底这件代志哦，无发生过啦。金山，咱行啦。啊，这还袂处理好。行啦。我爱和恁斗相共也是好啦。人讲哦，一枝草一点露，食好食歹嘛是咧混的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唔是甲恁讲过，无论偌艰苦，阿母拢袂让恁离开我。
小玲啊，啊，下午吃饭吧吼，你陪阿母来庙口找恁阿祖姨。阿母，你找阿祖姨在做啥？是不是要叫我去甲伊学唱歌啊？不是啦。哎，女儿，哎，你们要看哪里了？哇，今天天气热嘞。去厝的啦，我不是来看老爹的啦，我是摕一笔乡下租的啦。啊，唔是安尼，我唔是甲你讲遐个钱是我甲借的，啊，唔是你欠的，那你啊。无啦，家事是我的翁，伊的后事本来就是我来办啊，钱当然是我来还啊。不是，阿姑，你莫去甲我阻挡啦。阿叔，这钱我一定爱还你啦。若有人想要学话，就爱叫我老爸。你阿爸十八年前阿爸讲啥？做大叫老爸啊，红家斗阵哦，上大啦。阿母叫我提钱给你啦，啊，提钱我要创啥啦？你阿母嘞？阿母在遐。好嘞。丁文姐啊，啊，提这钱是要创啥啦？这我应该用你啊。哎呦，三八嘞，你即马啊，等要用钱提去啦。无啦，我即马就已经用头路啊。啊，哎呦，你提去啦，等我是欠钱的时阵，我再甲你讨啦，吼。啊，无等你哦，手头好灵的时阵，再还我，好无？你提去啦。啊，丁文，你无把我阿祖当作是朋友哦。阿祖。你安尼我是要讲啥才好啦？啥物拢莫讲啦，客气啦。今日休困啦，明仔吼要搁做工课啦，紧嘞。好。多谢你啦。别啦。阿婆，我先来走。好好好。小玲。好，再见啊。阿婆，我先来走哈。哦，我安感谢你哦。感谢啦。感谢。要推唔来，紧推就炖地煞啦！哎呀，不是啦，歹势啦！
潘神，都叫无人要生啦，潘神。唔是啦，我是讲人真正要推哦、喔，迄衫在掀起，我惊潘神啦。哎呦，啊要推当然甲衫掀起，啊无掀起是要哪推啦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哦。金山，你若无方便哦、喔，啊无卖推啊啦。嗯，无喏，那会使无推啦。哎、欸，金山啊，啊你踩遐创啥？你紧推啊！你若是唔推哦、喔，你做嘛要甲你推？啊啊啊！我推我推我推，哎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我来我来啦！哎，啊，你不过我家来啦。紧推啦！我来啦！哎哎哎哎，现在现在，你哪遐当心啦？啊，你唔是专门咧卖这推金龟药酒，啊，这罐咪摕起倒来推啊？摕这哦，太叔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唔通甲别人讲的，我迄款药酒哦无效啦，迄是骗人客啦，这万金油哦好效啦，啊！好啦好啦，阿母，啊你若无伫遐内底好困啊？我昏起来在吃啦，阿母请爸爸吃饭啦。哦，阿母去做料。妹妹，阿是安怎的哦？足咸的呢。怎的？阿兄，你看你煮的啦，拄才叫你盐麦放遐济，你着袂？伤咸了吼。袂咸啦，拄拄啊好啦。阿母，是的啦，你吃，阿伯换我煮吼。就袂遐咸啊啦！袂咸啊，对吧？是哦，咁麻烦你来。太安尼讲的啦，阿祖啊，迄药啊摕出来。哦好。来来来。哎呦，那真个安尼啦，哇，哎，这袂推定啦，美芬啊，来医生看啦。唔免啦，推推明仔就退房啊，唔免看先生啦。你若无看医生哦，迄才是麻烦啦。来医生看啦。免啦，甲你讲，真是都免你呐呢。美芬姐啊，紧去啦！啊，一个代志哦，免烦恼啦。囡仔哦，我来照顾就好啊。啊，其他代志哦，互金山来烦恼。免遐麻烦啦。你若无看医生哦，迄才是麻烦啦。行啦行啦，莫啰嗦啦。免啦，好啦好啦，紧看医生啦，紧。小玲啊，啊小弟手个顾好呢。哎，金山啊，你车驶遐慢下啊。唔通伤颠啦，无比阮姐药即阵袂调。哎呀，我知啦。遐真久真久真久以前吼，有一撮大只的虎姑婆。阿姨，我阿母讲过啊啦。哈？讲过哦。好，无要紧，来搁讲一个，讲你听吼。遐真久真久真久以前吼，有三只吼咧猪啊。阿姨，这我阿母嘛讲过啊啦。你嘛讲过啊？对啊。阿姨唱歌给恁听，唱歌哦，阿姨上内行。我唱歌给恁听好吧？安尼嘛是好啦。好啊，回去好好休困。我开合理的药啊，爱加照起共食。啊，三天内上好倒去眠床好好休困，啊，千万唔通搬动的。你也无照我的交代去做，啊，伤筋骨会倒较严重哦。啊，对啦对啦，李文姐啊。你著爱听医生的啦，家己身体家己爱顾啊！啊，你千万爱记的哦，这三天哦，一定爱好好啊休困啦。千万啊，唔通做石头，唔通去摕重的物啊呢哈！哈！爱倒三天哦，啊
三百的呀，你真正三百有寸的，姜伟嘛小看一下嘞。啊哈，还是讲无要紧啦，美芬姐啊，这囡仔有遐尼乖，遐尼听话哦，你放心啦，我甲金生哦会替你照顾，吼，来甲你斗三工啦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小弟甲小妹。对啦，我明仔甲小管拍无你，甲美芬先生困嘞。阿母，我拢好要做啦。美芬姐啊，欢迎你哦，即马同重要啊，就是顾你家己的身体啦，剩下你免烦恼。一切啊，有啊，家主啊，伫了，来就有嘞。对啦，对啦，美芬姐啊，我保证哦，甲你疼到底啦。好，你放心啦，囡仔我照顾就好啊啦。冰冰芳啊，秀玲啊，来，咱出来，阿姨讲故事互恁听。好，阿你老母哦，休困一下。阿姨，我想要留到这陪我阿母呢。好啦，好啦。你菜要创啥啦？做门神哦，行啦，行啦，好休困啦。阿母。你真正唔要烦恼啦，我会好好照顾小弟甲小妹的啦。小妹，莫阁讲遐济啊啦，阿母，你会热袂？我摕块先甲你下风。囡仔，阿母袂热啊。哦。囡仔煮暗顿，哪知伊跳到我跳都跳袂出。哎呦，你是真有够三八啦！人先生讲得足清楚安尼，叫你哦伫眠床倒三工哦，倒咧唔通叮当啦。啊，你咧爬起要创啥啦？啊，万一哦是发生啥物代志，看你是安怎啦？可就是讲我会用起来啊，我嘛袂用无起来，一直体咧啊，厝内面无米啊。我若无起来做工课，我死的囡仔是要吃啥？放心啦，米哦，我给你赶来啊啦。还阁有鱼个吧？交朋友是要创啥？我跟你讲，只要我阿祖伫咧哦，放心，你全家伙啊拢免惊枵死。阿祖，你对我那么好，你这份情，我是要来还。只要你莫把我当作是歹人哦，我就足欢喜啊啦！无啦，我要来把你当作是歹人。那迄当时，三仔就明明伊望讲有人会带走小玲，啊，伫囡仔面头前，我唔只遐尼啊激动。其实我知影你是好人，我嘛知你是真心伫咧教伊小玲的。啊，我家己也是心痛不，是袂啦。我知啦，咱平平拢是查某人哦。我通了解你的心情啦，哎呀，你好好休困啊，吼！啊，以前的代志哦，拢莫想啊。我明仔载要去白村吼表演五工啊，啊，等下再来看你，吼。哦，多谢你，无用做你闹啦。啊，我先来去做工啦，吼。哎，面，谢你啦，免客气啦，我去做啦。阿祖，多谢你哦。秀玲啊，五哥啊，你敢知影红军人伫底？哦，是毋是恁阿母闪着还袂好，还要到金山去甲推啊？毋是啦，我阿母已经好食济啊呢，我是咧来甲伊说多谢的，啊伊人伫底？啊要甲伊说多谢，着赶透早要创啥？免啦免啦。哎呦，五哥，你甲我讲伊去底？哦，搞唔只呢啊！啊因吼透早甲我讲哦，要去别庄做生意啦。哈？啊！因伫倒位去啊？啊！头前直直行，我只手就到啊啦。哦。哎，小玲啊，小玲啊，
嘿，搞不成了这囡仔，真恐怖啊！少年，你要买韩剧，我哪放到遐久还袂倒转？阿母，少年，你家煮啥啦？啊？阿母，你甲小弟小妹顾好啊，我来找小玲。哦。阿母，我要离开了。我知影你为着阮，一直拢足辛苦。我无爱拖累你阿母。阿兄伊是查甫，较大汉，伊留咧厝，会使甲阿母斗三工。明芳小官，还阁细汉，伊袂当离开阿母，所以我决心要来走。我要来去阿祖伊遐，甲伊学唱歌。以后，我要赚足侪足侪个钱。阿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乖乖听因的话。阿母再见，小丽。阿母姨，阿母姨，阿母姨。等小丽啊，阿姨。我要带你去学唱歌，你收留我好不好？金山啊，我头我头，给给给，我头等。阿姨，你是不是无介意我？我哪无介意你啦？你若是要哦，要教我唱歌哦，一定要让你阿母知影哦。有啦有啦，我阿母知影。哎呦，秀玲啊，你阿人袂用讲白惨的，你阿母敢真正知影？我无讲白惨啦，我阿母起码应该知影。我看我是带你回去啦，回去问你阿母啦。行行行，阿姨，我无骗你啦，你免再去问阿母啦。袂用啦，这件代志该问清楚才会用的呀。金山，行。哦。我袂，我袂回去啦。哎呀，我袂。秀玲。阿姨，你莫回去我厝好不好？我保证，我保证，我会乖乖听话啦。你若叫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袂用啦，阿姨，阿姨，我袂甲你添麻烦啦。袂用啦，阿姨，我袂回去。金山，回家回家，阿姨。一定要回去啦！进来啦！啊！秀玲，丽文姐啊，不是我要带秀玲走的啦，是家己要对我的啦！真的啦，我无骗你啦。车送伊转去，紧来啦！哎呀，阿母是去倒位啦？我爸都叫伊来呢。啊，阿母把你接起来哈。嗯。阿母转来，小玲，阿母。美芬啊，啊你是有较好无？啊，若无，你要来歇一日啦。唔免啦。有较好啊啦，头仔坐金山的车顶，啊叫调一下，唔知喏，即摆说唔晓袂听了，啊，搁再讲，阮小玲倒转来，拢好啊啦。哎，安尼讲起拢是我的功劳呢吼。阿姨，多谢。
你搁好意思讲诶？人美云姐也是歹势啦，你当作是真诶咧，叫你驶较慢，搁驶较紧啊！我差一点嘛，互你顶一个哦，我车顶哦就搬落来啦。阿祖啊，今仔小林诶代志，真多谢你哦。哎哟，上一摆毋只安尼，迄以前诶代志哦，莫去怪伊啦，即摆讲未来诶代志啦。阿祖在产品上诶代志，有啥物好讲啊？搞毋只安尼讲？毋是啦，我是讲以后诶代志啦。啊，我已经决定啊啦，我要教吼小林唱歌啦，我甲金山哦。要伫遮做生意，我要去白庄啊啦！我一边做生意哦，啊一边哦教小林唱歌啦。哦。小林啊，啊你唱歌哪一个口啦？阿母，水果伊不爱吃啦。哎呦，你袂晓吃啦，好啊啦，来啦。哦，水果喏。什么我袂晓吃啊？水果伊不爱吃啦。我来吃啦。小峰啊，你这边我来提。小峰啊，来来来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水果你扣了没啦？我不吃啊，我不吃你。来，平平去传传传，我去准备小峰啊哈。来来，我不吃啊。乖啦，心肝起来，我不吃。阿母，水果是不是破病啊？